主的样子，要端庄。我可不是什么温顺的北朔女子，要温婉。好兄弟，干杯！一个废物北王，一个草包南王。我们王爷那可是两岁识字，天下难事必作于五岁成文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阿姐，你说一个人怎么能有两个面貌？小女子只是风月阁的花魁娘子。不要再言了。大老北王妃，学这个学那个，这北朔怎么那么多的规矩啊？想家了？官兵来了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东夷人都是白眼狼，白眼狼。东夷人在上京城，过得这般艰难。这是一份足以证明北王包藏祸心、意图谋反的账目。北王可有其事？我在这风月阁曲意逢迎，侄子也并不舒坦。老佛愿带兵踏平东隅，该如何处置？一个不留。我做梦都想为家人报仇，但为了毁掉一个人而连累全城的百姓，我做不到。依我看，我保护你。一路来的凶险你不害怕吗？我也想出一番力。我们东隅是不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，我心意从来不说谎。只要我还在一日，便不会让东隅和北朔再起战火。愿这一天早日到来。